北宋年间，名噪天下的画家丹青客与文墨斗画福佑寺。十八罗汉化成之日，有人目睹画中的罗汉显灵，从壁画当中走了出来。之后，宇文墨又离奇地被袈裟勒死。所有的疑点指向迷糊中手持袈裟的丹青客，引发了民间恐慌，使得人心惶惶。竹月留下。打开看看。此案诡异非常，无从头绪，先发大理寺侦查。我授你便宜从事职权，大理寺精英，任你差遣。是。你们要在十日之内侦结此案。要是大人，要是在这期限之内不能弄个水落石出，恐怕莫非惊动了圣上？现在侦查期限又缩短了三天，而且只能密查，随从从简，不能惊扰敌方啊。此人头脑天赋异禀，做事不拘一格，如果他肯援手，或许对你办案也会有所帮助。飞雪啊，大理寺飞捕中你的悟性最高，做事也精细，这回皇家的面子，大理寺的荣耀，只能靠你全权担当了。谢大人。去吧。是。走走走走走，放开我，咱有地儿评理啊！走走走，别抓住我，别想跑。去吧，评理去。放开，走走。放开！一点也不能饶了你！放开我！走！范宋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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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开门呐！范宋师在这吗？范宋师！谁呀？范宋师！范宋师！我们找范宋师评评理，评评理！哎，干什么？范宗师！范宗师！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找范宋师评评理，断断事实。我家公子现在不方便见客。你看，不是我不给你机会，快赔我900文钱！饶你这么不讲理的！我去找段宗师评理。段宗师，我告诉你了，我家公子现在不方便见客，有什么话跟我说。不用传了，我们相信段宗师能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判断。说来听听，判断有结果了，就把鸡蛋留下。你先说，你先说。段宗师，我就是个庄稼汉。等一下，今天这家伙今天在我家米店门口踩死我一只鸡。是鸡仔，我自然让他赔钱，这可是天经地义的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。对呀，可是他让我赔900文钱啊！这小鸡仔900文。继续说，我家的鸡可是从南方真阳县买回来的特种鸡，只要喂上2-3个月，肯定能养到9斤，按市价算，至少能值900文钱，算便宜你了。可还没长大吗？哪里能值900文钱？这只鸡仔最多15文钱，我最多双倍赔给你，而且我现在身上也只有500文钱。他是给我老父亲抓药用的，太可怜了。那我可不管，说不定这只鸡可以养到12斤，那不就亏大了？900文钱算便宜你了，赔钱。你挑刺夺理，请段宗师为我做主。我这是据理力争，请段宗师为我做主。哎，你们等等，有结论了，尔等听着，庄稼人走路不小心踩死人家一只鸡，理应赔偿，
身上带的钱不够，可以拿衣服抵押或写下欠条改日清还。听到了吧？宋氏看得好，宋氏说对呀。哎，但是，俗话说金鸡。对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呢就把这30分给他，不就完了吗？哎，给，这不行了吗？鸡蛋，四婆儿媳妇被李大户霸占，您回家等我家公子信儿吧，要是能接鸡蛋留了，不能接鸡蛋还还给您，好吧。哎，我说小兄弟啊，你还是给你家公子多美言几句，他要是真不接呀，这鸡蛋就给你吧。啊，您先回去等我家公子信儿吧。下一位。俺叫葛大壮，方大户克扣俺工钱。下一位。好了，下一位。断送师真有他们讲的那么神吗？哎，神不神？不神能有这么多人来排队吗？哦，这一个鸡蛋比写字先生的润笔费还便宜呢，我咋不信呢？你们知道李寡妇案子吗？啊，那可是5年都没解决的无头案。哦，你们猜怎么着的？人断送师公堂之上几句话把县城大人说的哑口无言。真的啊？啊，那当堂就改判。要不然那骚扰李寡妇的车大官人能在门口给他立这番儿？天下第一送蛋。哼，皇室，你说这小儿是你亲生的，其实你说这小儿是他偷的，你们两个可有人证物证？快呈上来。大人，贫妇刚从外地过来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实在拿不出证据啊。大人，贫妇10月怀胎，这个我们全家都可以作证。亲属作证无效。我问你，哎，你还有什么街坊邻居啊，还有那个接生婆子之类的证人可有？大人，这个贫妇怀胎2月起就没再出过门，接生也是家里人接生的，贫妇实在找不出其他的证人来了。看来你们两人既无人证也无物证。大人，物证在此，这是我儿的生辰八字。升上来。就凭一个生辰八字敢拿来糊弄本官，你也太小看我了吧。青天大老爷，若非要证据，那只有清河村的送死观音娘娘，大老爷把她请来一问便知。就是把她请过来啊。大老爷，请过来啊。大胆刁妇，竟敢如此张狂，来啊，把她给我拉出门外杖打40。等等。哎呦，欧阳大人，花大人，不必了。大人，我觉得此案不必多费周折。我看此小儿长得跟这两位妇人都有几分相像，不如把小儿一手给他，一手给他，让他二人争夺小儿，谁抢得到就是谁的孩子。斗胆请问，我觉得这个办法是不是这个？你认为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那我就按飞捕大人的办法去做啊。如果发生一切不测，都由我一并承担。
开始。这是我的，哎，我的孩子，给我！飞普大人，您看，这该怎么判呢？杨大人，失礼了。哦，请。堂下名妇听好了，本官判决，小儿是齐氏之子，皇室绝非小儿亲母。皇室，你还不赶紧把齐氏小儿还给齐氏？昏官，你判的是什么案？贫妇冤枉。冤枉？那本官就替县令大人说说，为什么没有冤枉？刚才我让你们二人争夺小儿，哪有小孩经得住你们两个大人这样撕扯的？照常理，母亲都会体会孩子的切身之痛。俗语说，伤在儿身，痛在母心。我问你，刚刚杨大人下令之后，你立即下重手去抢，天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狠毒的母亲？哦，哎呀！哎呀，好啊好啊，欧阳大人真是让杨某佩服佩服啊。哎呀，好啊好啊，鼓掌。哎呀，错了，这堂下何人扰乱公堂？错了，真是笑死我了。哎呀，大人问我为何扰乱公堂，在晚上看来，堂中之人都在鼓掌喧闹啊，也包括大人您呢，所以何谓扰乱公堂呢？哎呀，你又要干什么呀？大人问我又要干什么，我倒要请教大人，什么时候大人的案子断得清明，我会蹦出来呢？大人又断错了。你凭什么说我案子断错了？公堂可不是你搔首弄姿、卖弄口舌的地方。这位飞捕大人，好个卖弄口舌、搔首弄姿啊！侮辱斯文虽说不入我朝的刑典，但也有失大人您的官体，您说呢？你读过刑典吗？公堂可不是光靠一张嘴皮子的。哎，大人，刑典我可比您读的熟多了，耍嘴皮子呢，耍的也是有板有眼，有章有尺。好，那我倒要请教请教。哎，岂敢，说大人断错案了。其一，大人刚才断案的计策应该是从某本书里搬来的典故吧。县城大人，我想您也是应该知道。这其二吧，亲生之母爱死情深，不忍骨肉痛楚，确实有三分道理。然而，如果亲生的母亲看到他面前站着一位大得不得了的金官的话，硬要他抢，便开始担忧了。如果等下抢不回来的话，便会从此骨肉分离呀。所以拼了命的去躲，这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呢？好，这七分道理归你。但你敢说这其一其二就是我断错案的根据吗？哎，段某不敢。其实要想明断此案很简单，像县城大人这样为官勉强算是清流，资质顶多中下的一个时辰即可。畜生狂妄，太放肆了。我们县城大人办案只需要一个时辰，那请问高人，您办案需要多久啊？一刻，一下，一下。普天之下哪有母亲是男人的呢？百变生，我敬你是曹帮的蓝旗老妖，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居然会蠢到自投公堂，难道你真的忘了死字怎么写吗？蹲下，不然我杀了他！大家别动，别动！大胆狂徒，快点把他放了！闭嘴，否则我马上杀了他！竹月，是你自己来送死的！我只是路见不平啊，
你收手吧，你出不去的。段兰，你助我出去，我饶你不死。你出不去的，你杀了我也没有用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刚才已经把欧阳飞雪大人得罪个遍了，他现在巴不得假公济私，借你之手取我这条贱命啊！欧阳飞捕大人的名讳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啊，虽说他断案断得一塌糊涂，但是抓贼的手段可是天下前三名啊！我听说他摘叶飞花皆能伤人，十个手指都是剑气，只要是肉身长成的，一个剑气戳过来，那就是一个透明的血窟窿啊！我猜他今天一个剑气能戳俩血窟窿，怎么是两个血窟窿？这话问的，你看，你看，他现在表面平静，可是他内心刚才已经被我挤兑的发了狂啊！如果他一会儿发剑气的话，一定威力更猛。这一个剑气过来，进我前胸，出你后背，前后俩血窟窿。好，好，要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别来呀、啊！今天我倒要领教领教你这飞虎剑气的威力。别！敢欺负我家公子？哎，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公子，卖完这个王八蛋，扶着我，快扶着我，卖完没事没事，行啊。你个小王八蛋，真该下手！我打死你！你站住！他万一有汽车呢，我怎么办？你站住！打我干什么？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我不给你饭吃，我饿死你！你也别想睡觉！不敢了，不敢了！打！你别打我呀！小王八蛋，站住！不敢了。大人，那个就是段兰吧？飞捕大人也听说过他，略有耳闻，果然行事怪异。哼，哎呀，恃才傲物，装疯卖傻。哎，你要说这个段兰呐、啊、曾经也是一个正经的秀才，论资历啊，他倒可以走举人呐、啊、进士的正途，可他呢偏偏沉迷于什么刑名啊、诉讼啊，就凭他自己技巧百出，伶牙俐齿，在本县是逢案必到，常常闹得我们这些正官们审案审的把面子都给审没了，官体啊也丢尽了。就说我们县尊大人吧，就因为这个段兰，他死活不再断案了。有意思。天下第一送旦，段兰千古。谁啊？你们找谁啊？在下大理寺飞捕欧阳飞雪，这厢有礼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打扰你。我们是来拜访段兰段宋师。嗯，进来吧。段先生，好雅兴啊！哼哼，欧阳大人啊，在下有礼了。既然有礼，段先生可否下来一叙啊？此处景致更好啊，还请欧阳大人上来一叙吧。我还是劝先生下来吧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。再砍就断了，赶着不走。
打着倒退。感情段公子跟磨房中的驴是一个师傅教的。哎，这位大人说的有理呀、啊，我段某的脾气就是从驴师傅那儿学得一二的。段兰，少在那儿卖狂。当年刘玄德三顾茅庐，也不见得有我们家大人这么谦恭和用心良苦。你若再时卖狂，反倒让人觉得做作恶心了。谦恭不假，可是用心良苦不知从何说起啊。今日县衙，我们家大人故意断错案，为的就是接你现身。哦，已经送了一份大礼了。故意又送了一份大礼，真真的官字两张口啊。没想到段公子才高八斗，这度量嘛，我这个不通文墨之人都看得出来，今日之案损的是我们大理寺的颜面，扬的可是你段公子的威风。今后谁人不知段公子断案的本领，把大理寺的飞捕都给比下去了。当然了，今日之案水落石出的时候，你好像意识到伤了我们飞捕大人的颜面，于是你就故意走到疑犯面前自投罗网，后又假装教育那个谁脱身歪娃。我想你也看得出来，我们家大人虽然今晚来登门拜访，但也没有找你秋后算账的意思吧。妙妙妙啊，可还是说不通啊。我段某如果今天偏偏不出现在公堂的话，以欧阳大人的断案风格，那岂不是造成骨肉分离了吗？嗯，可是段公子偏偏不就现身了吗？段先生是明理之人，既然我这么有诚意，够不够得上与段先生一叙的资格？大理寺的飞捕大人果然名不虚传呢、啊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歪娃，照顾两位大人。段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去哪儿啊？段先生，你可以跑得再快一点吗？别过来！段先生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你我远日无仇，近日无怨的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想我飞捕大小也是个有身份的京官，一顾你在公堂，二顾你在吊床，三顾你躲在茅房。就算你是诸葛亮转世，也不该拒人千里之外吧？诸葛亮出山为的是江山社稷，啊，你却是临死前黄泉路上拉个垫背的。我段某冤大头的买卖不干。好啊。先生凭什么说我是要拉个冤大头？说来听听。渔人死于水，樵夫死于山，我这个宋师看来今天是要死于嘴了。你堂堂飞捕大人如此迫不及待来找我，必定是有期限紧迫的案子找我来办呢。你死缠烂打的跟我周旋，而且只带一个随从，必定是有一个大得不得了的而且必须暗中侦办的案子找我来办。这次你来本县之前便知道我的名字，一定是大理寺的陈大人告诉你的。先生果然聪明，那先生已经知道是什么案子了吧？莫非是十八罗？哎呀，不成不成不成！先生你不必这么谦虚，今天县城大人说了你对这个案子也很有兴趣。
丹青客说这是他施展的妖术。妖术？嗯，荒唐！朝廷难道真会相信地方冠冕堂皇的这种鬼话吗？明日不讲暗语。断了，半月之后，皇太妃娘娘的銮轿就要到福佑寺进香，官家县大理寺七日就要贞洁。皇家瑞祥一定能镇住妖术。你居然也相信妖术之说？好，就算有，那怎么保证此妖术不在皇太妃娘娘进香时再重演一回呢？哎呀，他重演几回，他是跟我这平头老百姓有一文钱关系吗？你管不管？我不管。你到底管不管？我到底都不管。你真的不管？我真的不管。好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老大不情愿的，何必呢？你这叫赶鸭子上架。哎呀，我说我不来，你非让我来。亏陈大人说你天赋异禀，我看陈大人这回啊是看错人了。切，激将法，我说过了，丹青案的症结不在这儿。丹青症结不在这儿，那能在哪儿啊？没人跟踪吧？有啊，到了驿站发现了两个，避免打草惊蛇，就直接来找你了。嗯，如你所说，福佑寺果然有鬼。是啊，但鬼并不一定在寺里，可能在寺外。眼下当务之急是速速禀报大理寺，取消皇太妃娘娘的进香。绝对不可能，皇太妃娘娘此次进香早已昭告天下，大宋威仪怎么允许朝令夕改？陈大人已经两次上书，都被劝阻，责令七日必须查清事实，谁用了什么机关装神弄鬼，以免福佑寺再生怪力乱神。好，我们假设案犯是为了阻止皇太妃娘娘进香，但是皇太妃娘娘又不是圣上本人，进香不成，顶多丢点颜面也无伤大雅。而且丹青案只死了一个宇文墨，宇文墨的画虽然天下驰名，但是他的死对大宋来说也算不了什么。这个画像杀人，虽说我还没搞明白案犯的把戏，但是我能确定不是一个人所为。那你说怎么样才能查清画像杀人案的真相呢？怎么办？你杀了我吧，你来时候一天，回京一天，还有四天时间，你加我外加你那个随从，万万不可能。剩下四天怎么了？就算只剩下一天，这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儿，事在人为。你要能在四天之内侦结此案的话，我在万众瞩目之下给你磕三个头。好，万众瞩目下，你说的。好吧，再审丹青客。来来来，二位有请。我已经安排提审丹青客了，二位在此稍等片刻，我还有事情要办，先告辞了。二位稍等。杨大人辛苦了。请请。啊。
欧阳大人，这是什么？坏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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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坏了？快走！等我一下，哎，谢谢谢，辛苦。哎，还在还在。你怎么来了？小家伙，看住了啊，可能有人会来抢。哟，哎，快点，把他抱回去。哎呀，进去，快走。哎，你又去哪儿啊？玉，玉，快走，提神百倍生。通知县城大人，我要提神百倍生。回大人，百倍生昨夜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咬舌自尽。什么时候？大概昨夜三更的时候。坏了。大人，我今天四处打探，都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线索。这里人声嘈杂，即便多了几只耳朵，也听不清我们说的什么细节。但说无妨。你要我说什么呀？今天已过去大半，一会儿跑青阳河，一会儿提神百变生，到底有何用意啊？我拜托二位大人，能不能把那人的腿给我打断？我看他们实在是闹心呢。这是个好办法。干嘛打人家？干嘛打我？有人看你们不顺眼。嘘，你知不知道他不能在这打架？走。我今天早上在县衙的案桌上，无意中发现皇室小儿的生辰八字。皇室小儿的纯阳童子之血，正是曹帮驱邪祭祀的主要贡品。你说蹊不蹊跷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让你过来帮我侦办丹青一样。男人，男人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冥冥中感到。曹邦如此急着做一场驱魔祭祀，可能跟丹青还有着内在的联系。这回皇太妃娘娘进香的福佑寺生了邪魔，曹邦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必定会使出十二分的力气，为朝廷效力，扫除妖孽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谁把朝廷的忌惮说给曹邦，谁就是主使邪魔幻象的主使人？有这种可能。不过，为何你们花竹叶一到北县便立刻被盯了梢呢？乡主，哎，你们干什么的？哎，乡主，说什么呢？把他们俩拦住！拦住！拦住！别动！拦住！别动！别动！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我是龙虎山暗器鬼天王。知道他是谁吗？嗯，来。放下，
怠慢了贵客，还望恕罪。二位，请。备酒。二位，请。二位，刚才我那手下冒犯了龙虎山来的客人，这一杯算是谢罪了。山的人，把他俩给我打进大牢。你爸去。里面有人在笑。走，看看去。啊？人呢？我俩本是内家高手，区区药剂实在太小儿科了。现在药剂已散，速速禀报你们家帮主，就说大理寺总捕头四千牛卫秉从五品爷欧阳飞雪大人在此，滚！啊，滚！怎么样，欧阳大人？我这是反客为主，以逸待劳，两计齐发呀。迂腐。迂腐。哦。蠢到家了。愿闻其详。你让本捕头喝下曹邦的蒙汗药，是想让他们犯下迷晕朝廷命官的大罪，然后再去要挟他们舵主，说出你想要知道的一切，对吗？你
怎么能够确定他们总舵主知道了迷晕的是我？这位比他们总帮主级别还要高的朝廷命官犯下滔天大罪，你不怕他们两刀把我们俩给畏罪刺杀了吗？哎呦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曹邦分舵赌阿泰，死罪死罪，还望飞捕大人饶恕在下呀。赌舵主，久违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闲与闲人扫落花，我就是闲人。舵爷不想看到我，那想看到谁呀？是他吗？飞捕大人近来可好啊？您是京城最厉害的女捕头。哎呦，小的们啊，如雷贯耳，怎么可能抓您呢？都是因为之前贴了胡子。恕小人眼拙，实在是没认出来，这才干了糊涂事儿啊！我，赌阿泰，你可知罪？你拘役朝廷从五品的高官，论我朝刑律，应当处你个凌迟。又或者，以礼相待，好吃好喝的招呼欧阳大人。大人可能本无心与你计较，便一笑泯了这场风波呀。不才宋大人一句话，大人为什么永远都是大人？想必大人大量这句俗语，舵爷也是听过的吧？多谢段宋师指教，小的这就去备酒席。哎，飞捕大人，您刚才所言极是，我曹邦确实有心为此次皇太妃进香略尽微薄之力。哎呀，好，你确信百变生是自杀的吗？蓝旗老妖的尸首我见过，确实是咬舌自尽了。不过蓝旗老妖离开之前留下了一张字条在我这儿。上面写了什么？小的不过是一个县的分舵，哪里敢偷看呀。你不如取来我看，一切罪孽我来承担，如何？曹邦帮规，泄露上方机密，三刀，六窟窿。百变生也是怕熬不住大刑，泄露上方机密，这才咬舌自尽的。那舵主怎样才能把蓝旗老妖的密报交给本捕头呢？你等退下。是。听闻大人实指请吗？走啊！舵主，你我二人意在切磋，但是气剑确实会伤人，请舵主小心。飞捕大人，比武切磋，死伤勿论。赐教了。
小心眼睛。这事儿啊，可就怪段兰同事好了。这世上哪有什么器剑啊，听他瞎扯。刚刚呢，我顶了你236个穴，才破了你的罩门。笨蛋！你死吧！如见此次即我骗取纯阳童子，功败垂成，请帮主。坏了，中计了。好好的衙门不待，非要来什么驿站，还要看什么卷宗，真不知道你想干什么。衙门里面人多嘴杂，哪有驿站清静啊？欧阳大人、花大人，你们先忙着，我先冥想一会儿。大人，还剩两日，你倒是拿个主意啊！别再让那个断送蛋乱来了。陈大人表面上是命你我侦办丹青案，其实是想让我们逼他出手，让他主办此案，我们只是辅助罢了。我们都急成这样了，你还好意思打哈欠？三司会审圆的一个妥妥帖帖，遇到高人了。我们何止是遇到高人啊，这高人还把我们带回了原点。在原点的时候，几乎可以断定幕后巨僚是一个人，可是现在呢，县城阳泉那个既不县首又不县尾的县尊大人，福佑寺里的鬼，傻乎乎的赌阿泰，还有那个隔空施法的曹帮帮主，外加一个认了罪的丹青客，似乎每一个都与本案脱不开干系啊。你的意思是，丹青案不仅是案中案，还有可能是窝案？万事皆有可能，还有那些我们疏忽的看似不可能的可能。可能就是可能，不可能就是不可能，你说什么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呀？有话你就直说，也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查不出线索，还带着我们家大人胡乱跑，到头来全都是耽误时间。花大姐，你能不能不要乱动了？你看，跟鬼影一样。你才是鬼呢！歪娃，断缆呢，断缆，你真的是愧对天下第一送蛋这个金字招牌啊。有话就直说。小生可否烦劳欧阳大人调遣一匹马呢？你要马干嘛？去福佑寺。去府已到此侦查不下数十回了，我们三人六眼还能看出什么新花样吗？他们白日造访，肉眼凡胎的，怎比深夜更容易见到鬼呢？什么人？卓越，你去处理一下。我想让你看得更清楚一点。
办妥了。师傅，麻烦了。贫僧就不打扰大人办案了。大人，我出去等着。嗯，好了，继续吧。看见什么了？鬼呀！在哪儿啊？在人心里。我想这么办。怎么样，明日县衙见。好，就按照你的办。财神爷座下宋财童子段兰了是矣。我当谁呢？原来是你这小子来消遣我啊？有事啊？找你孙老怪当然是画年画啊！啊，50就要用，赶紧给我做啊！几张啊？18张啊！做不了。哎。行了，还有2个时辰啊！快，我看着你赶紧画。哎，段公子，这样，要不你先出去玩耍一会儿，到时辰过来取。拜完我们走好啊！哎，把他留下，给我打下手。麦把你留下。哎，我。哎。黑子。哦。孙老怪，坐好了吗？时间快到了，刚刚好。歪娃，装上，走。走吧。快点。哎，我差点忘了。
双城，好嘞。哎，段总师，您拉着这么多东西去干嘛呀？我段某人今天要在县衙的公堂上演一场大戏。大戏好啊，大家都注意了，段宗师要去县衙演一场大戏了，咱们都去干了，快点快点，都去都去啊，走喽走喽。喂，大人，来，先停在这儿。不才拜见县令大人。外娃，把东西拿进去。孙老怪，你也帮忙啊。这还真要在县衙唱大戏啊！你看，家伙事都拿来了。哎，这唱的哪出啊？几位大人，外娃，快！哎，你快点，孙老怪。县令大人，县尊大人，带人犯单亲客，威武，走，跪下。唱大戏嘛，唱戏嘛，带人犯，下跪何人？罪人，单亲客。今天大理寺飞捕前来我县巡查。点到了你的案子，你有什么冤情，现在可以当着飞捕大人的面申诉吧。罪人已服罪，并无冤情申诉。不知飞捕大人有何要问的？三审的供状我都已经看过了，不过受大理寺陈大人之命前来监视，本官一定要照章办事。丹青客，你再复述一遍案情。是我雇凶杀人。从头复述。宇文墨和我因作画成名，是人谬赞，南有丹青客，北有宇文墨，我二人结识在京城画院。宇文兄，你看这只小鸟真的是画得栩栩如生，最初倒也算是惺惺相惜。青客兄，你看你这植株啊，多么细腻啊，我觉得你这荷叶画得真不错。一日，宇文墨对我说，既然我们因画驰名南北，如今又成了良友，倒不如找个清雅之地，各自留下墨迹，也好为后人凑成一段佳话。因福佑寺离京城不远，一天我二人游历福佑寺，这就是福佑寺，恰逢福佑寺的地藏王殿罗汉堂刚刚建成，正在寻名士为两殿堂画地狱节净土变。师父，听说你们寺庙还缺两幅壁画，所以我俩自荐而来。阿弥陀佛，多谢二位施主。师父客气了。走走，我便选了地狱节，他则选了罗汉堂的净土变，此约即成，我们便开始画画。当时我想先去看一下宇文墨画的如何，去府一看，只觉他一笔传神，寻常的画法很难与他比肩。我只盼着另辟蹊径，可是怎么也画不出来，但宇文墨却有如神助，所绘之作不仅远胜当初，除非是化圣重生，简直无人可比。希望能早日看到你的大作。因此，我二人所谓的凑成佳话之约，在我心中，早已是南北画一比，谁为魁首的争夺。自从那日看过宇文墨的《净土变》草稿之后，我便怒火中烧，烧焚香，玩祷告。起初我只是诅咒他像我一样灵气尽失，慢慢的我开始诅咒他
诅咒他在会成之前必死于非命。宇文墨并不因为我的诅咒出现异端，而我只能每天借酒浇愁。他不知道我暗自诅咒他，还仍然当我是化妖。那天深友之交时分，宇文墨找到我，当时我正在喝酒，已经有些醉意，他硬要拉我去看。我们走到净土变十八罗汉像前不到一炷香的时间，忽然一阵云雾从画中腾起，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。当我醒来时，我手握袈裟，宇文墨竟被我勒毙在手中。啊！有当时在场的人传言说是宇文墨的十八罗汉像显圣，勒死了宇文墨。丹青客，你分明在撒谎。我已判秋后问斩，我何苦再用谎话扰乱视听？勒死宇文墨，你当真没有同谋？罪人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牵连无辜。十八罗汉像显圣，难道不是你布下的迷局？杀人偿命，我绝对没有布下过任何迷局。好，段兰，请吧。来了，各位。段某人承蒙欧阳大人所托，向各位展示为什么这个欧阳大人说宇文墨殒命一案丹青客有同谋呢？列位，嘿嘿，请上演了。您又要演戏了啊？这就是宇再来。看到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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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汉显灵了。罗汉显灵，大家已经看到过，但是罗汉怎么杀人呢？马上给大家揭露这个谜底，有请万王。这个时候，凶手从白布当中走了出来，用他早已准备好的袈裟轻轻地搭在宇文墨的肩上，宇文墨感到很安逸，就这样被凶手无情地勒死了。凶手又将袈裟的另一端轻轻地搭在昏迷当中的丹青客的手上，待丹青客苏醒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自己的双手握着袈裟的另一端，以为自己勒死了宇文墨，因此丹青客就成为了杀人凶手。经过我缜密的推理和现场勘查之后，我发现这其实是一出灯影戏。但这出灯影戏的精妙之处在于，凶手让大家误以为是罗汉显灵勒死了宇文墨，并最终嫁祸给了丹青客。对，不错，你方啊，还得断，还得断，宋师来断。哎，对，是，瞧不起。哎呀，大人，
下官失职，下官失职了。想不到这杀人的方法如此巧妙。本官失职了，让邪从给跑了。是啊是啊，你让我想破脑袋，我也想不到用皮影戏这一出啊。来吧，把东西收拾好。丹青客，段某这么一番舞弄，绝不觉得自己冤枉。即便我待人受过，可是心生杀念也是罪不可赦。既然你不是凶手，那又是谁布下的这个迷局呢？我不知道，当时我已经喝醉了。就算你不知道，那当你心生杀念之时，还有谁知道呢？我在悦来酒馆喝酒时跟小二聊天，好像提过一两次。小二？哎呀，丹青客这个名号也是名副其实啊。丹青之首，客走纸背。丹青客是罪人的名号，用的时间长了，就连我本姓令狐，单名一个青，都忘了。令狐青？令狐青，丹青客。秋天过后，这两个称呼就再也用不着了。可惜了。来啊，把犯人给押下去。是大人。走了，歪娃。胡大人，既然此案尚有纰漏，那我把丹青客带回大理寺，胡大人没有疑义吧？哦，尽听大人的安排。谢谢大人为本官了断了此案，为了表示我的一片心意，想请大人到家里来吃个便饭，还想请大人出面叫上那位为本官纠错的段公子。别客气，客气啊，县令大人。实在实在，有所不知吧，县令大人，今日那一出车影戏，那是我按照罗汉堂的比例如法炮制的。段秀才，你真是聪明绝顶啊！本官敬你一杯。来，那一日啊，我一个飞身就上了房顶啊！上了房顶，我就那么一摸啊，一拍铆钉啊，我段某人就了然于胸啊！嘿，好，段秀才，这是诸葛亮在世啊！哎，本官再敬你一杯。哎，县令大人，半生天性疏狂，若有得罪，多多担待。哪里哪里，段秀才是咱们本县的功臣。今天你啊，一定要喝个一醉方休，一醉方休。来，公子，公子。干嘛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县令家客房啊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呀，昨日宴上你还说会虚饮800杯，10杯不到你就醉得不省人事了。我本来说背你回去，可我背不动你啊。公子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去孙老怪家。去他家还用走这么着急吗？我后悔了，我昨天给他15两银子，
我今天准备要回来十两。公子，花出去的银子就是泼出去的水啊。什么意思？啊？苏老哥给你好处了是不是？没有啊。没有？没有？没有？真的没有？吃里扒外的小王八蛋，给我站住！你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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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松开！你松开！你先松开！你松开！你松开！你们俩，你松你先松开，我就松开。你松开，我就松开。你这样，我们俩数十个数，一块松开，来吧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我老怪，我就知道你这样。姓段的，你是有名的铁公鸡，我好不容易吃到肚里，我能给你吐出来。你知道我，你知道我打官司的厉害，我怕你，怕你啊！不是，快打他，快跑！我这快出去，公子。堂下何人？我，你怎么不跪啊？我是秀才呀。你应该跪。我也是个有功名的人。你有什么功名啊？这里的话都是我。大人，他让我画年画，他给我钱，我都画完了。可他办完事以后，他要把钱要回去，我不给，他就打我。大人，孙老怪所画年画物料毛糙，我要讨回十两银子。你看他把我头发给我拽的，你看他把我头发给我拽的，他把我耳朵给我拧的，他打我。看着你们我就头疼。确实是，多谢大人。你们俩，大人。大人，是他们。等一下啊，我办完事再回来，等着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他先打人。这哎呀，欧阳大人，花大人，我本该在此恭候二位，可偏这个时候有人敲鼓鸣冤，哎呀，还请欧阳捕快、花捕快多多见谅，多多见谅啊！杨大人，我们都是吃俸禄的，理解理解。交接文案都办妥当了吗？啊，妥当了，我呀这就给您拿去啊。哎，杨大人，顺便多备一辆囚车。嗯，多备一辆囚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自然是。主犯、从犯都抓到手了。飞捕大人，你说你抓到了人犯，可有证据？这杨大人可是一个要证据的主啊。有道理。来，带人证。县城大人，要不要猜猜里面是谁呀？我怎么知道里面是谁啊？飞捕大人真的是很会卖关子，难道你是想闷死他吗？好，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人证。打开。杨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已经……什么杨大人？我就不认识你。这个时候杨大人还能镇定自若，佩服佩服。赌阿泰已经招了，你设的局，他杀的人。朵兰，你使诈！蠢！朵兰，你这混蛋！疑犯杨泉，听着，你于今年3月初6在福佑寺罗汉堂
伙同朵阿泰绞杀宇文墨，并故不迷局，嫁祸丹青客，你可知罪啊？好，好啊！一个名捕，一个名士，啊！我杨泉佩服，佩服。不过，有道是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。嗯。我可听说，在大理寺的巡捕房总部，一个普通的飞捕就能以一当十。哎呀，我这区区的几十号人，我想欧阳飞捕不会放在眼里吧？杨大人，你这是？断送师，我差点把你给忘了。念在平日我们的交情不错。让你死个痛快，赏你个全尸。小生多谢杨大人留全尸之恩呢。歪王，哎呀，我实在是演不下去。杨大人，你也是老官场，飞捕大人那是浪得虚名的吗？啊，给你科普一下，在飞捕的名下呢，还有一级叫做营捕。什么叫做营捕？他们擅长隐形和遁术，更擅长暗中一击，一击必取人性命啊！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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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！放下！听到没有？放下！杨大人，飞捕大人是奉大理寺卿之命专办丹青案，从五品的大官啊，出门怎么可能只有两个人？杨大人，弟，熊扁露了馅儿了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后会有期。好，后会有期。这。段先生，哦，杨泉虽然归案，可我就是不懂，他为什么要杀死宇文墨，还要嫁祸给我呢？哼哼，去年杨泉曾找你和宇文墨合作《临安十美图》，你们俩都拒绝了，是吗？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？这个地方加一笔。两位大人好。好了吗？
我家老爷是县衙太令，想请两位大师画一幅美女出狱图。对不起，这种画我们不会画，回去吧。我们家老爷可以给你们很多很多的银两。还是请回吧，我们都说了不会画，你快回去吧。李文兄，来，我们继续。难道因为这件事情就要置我和宇文墨于死地吗？这就是杨泉的睿智和迂腐。大人，他二人说您要的画太粗俗，不给画。竟然说我要的画粗俗，还说大人要的画不登大雅之堂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500年前，要不是他宇文家，说不定这江山还是我大隋的天下。我早就当皇帝了，哪还会窝在这小小的地方，当这小小的县城？隋大业14年3月初6，叛将宇文化俘虏了隋炀帝。隋炀帝知道自己活不长了，便恳请宇文化让自己服毒自杀。宇文化正准备登基啊，当然不可能答应，就命令自己的手下令狐达用袈裟勒死了隋炀帝。哦，今天3月初6，正好是隋炀帝500年的忌日啊，杨泉便操控了这么一场复仇血案。如此说来，杨泉便是隋炀帝的后裔了。嗯，宇文墨是宇文氏的嫡传后人。嗯，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正赶巧，我又与那亲手勒死隋炀帝的令狐达是同姓。哼，真可谓是无巧不成书啊！哎，嗨。段先生实在是高才，高才呀！过奖了。这样的案子也能找到破绽，真是救了晚生一命啊！哎，严重了，严重了。段秀才，我也有一问，想请教一下，如何呀？县尊大人，您请问。那天我请家宴，你明知道后面还要断案。可你为什么一上桌就喝得酩酊大醉呢？我帮飞捕大人打掩护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说你又跟本县这儿卖关子呢？县令大人莫急，坐。哎呀，这个杨泉呢，认为贞洁丹青案呢，我是诸葛，飞捕大人是刘备，错了。本案当中啊，我是兵，飞捕大人才是将啊。我这一喝醉酒，飞捕大人才好调兵遣将啊。您当初以为欧阳飞雪大人只是个会两下拳脚的捕头而已，可是没想到才几个时辰的功夫，飞捕大人把抓人、设伏、录供全都搞定了。如果按照您认为的飞雪大人，那咱们大理寺不早就该关门了吗？段秀才，哎，我县衙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恕不远送，哎，恕不远送。好，那段兄，好，我也告辞了。慢走。好。哎，欧阳大人、花大人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？段宋师，别急着走啊！你还记得答应过我的一件事吗？我段某人答应的事情多了，不知道欧阳大人说的是哪一件。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你答应我，若能在7日内把丹青案给侦结，你就……哦，欧阳大人说的是这件，段某人记得。嗯，记得就好。走吧，跟我回城。欧阳大人，不用那么麻烦。段宋师那么博学多才，不会不知道万众瞩目是什么意思吧？山山水水，花花草草，男男女女，猪猪马马，牛牛羊羊，万众瞩目之下，承让。段兰，算你狠。青山不改，走了。绿水长流。
滚出来吧，凶手！你谁呀？我，哼哼，段兰。穿上了夜行衣，换了恶人心，坏事儿要趁天黑。白天装太累，哦，天黑天黑，谁能认出我是谁？让我看清明，谁在拨弄阴风？白天我是谁？等天黑，天黑的你放下戒备。再多的诡计也让你插翅难飞。翻过了墙，越过了窗，跳上了梁，做好了准备。所有人都已熟睡，我要将这罪恶加倍。颠倒所有黑白是非，要做就做得干脆。嘿，嘿，夜的诱惑，嘿，嘿，夜的我，嘿，嘿，夜的我是鬼魅。享受邪恶滋味，神奇的放大镜，让鬼魅现形。穿过了街，越过了巷。